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熊。各位看到这个是潘朵拉，这是潘朵拉手环。因为前阵子呢，我女朋友她有买潘朵拉手环，那我在当场有看到他们的行路有一个算是银灰色的手环，我就觉得看起来还不错，而且她有戴，那我也想说来戴一下。不过我因为男生串珠子其实感觉有点奇怪，那我就是算是比较阳刚的外形。所以可能就不适合串珠子，就单纯买手链这样子而已。好，那现在台中的星光跟中油好像就是都有在出行，他们好像到九月初还九月底我忘记了。好，然后是在台中星光3月购买的这样子。好，那他也帮我打一个勾，就是我的买的手链要用这种方式去保养。好，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外盒。所以你单独如果单独买一个串珠，他也会付给你一个外盒，然后你可以跟他要这样。好，那这就是算是银灰色的手环吧。不然男生如果戴这种就是完全银色的手环，看起来其实有点奇怪。然后他这个银灰色的手环就是已经绝版了，所以是在这种特卖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贩售。然后，因为我女朋友她有会员，那会员你买任何东西，她都会打九五折。那这个绝版品呢，她现在在贩售又打七五折，所以是先打七五折，再打九五折，所以就还蛮划算的这样。那因为说实在，她那边大部分的珠子呢，其实都是 for 女生的啦，就是真的好看，或者是比较秀气一点外形的男生可能也适合，但是我是算是比较阳刚型的男生，所以可能就不串珠子。那这种银灰色我就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好，那就是分享给各位，让各位知道就是现在有在绝版品出清。那它这种绝版品出清呢是不定期的，所以如果你在它结束之后才去问的时候，其实是买不到的，所以你要等到它下一次绝版品出清拿出来卖的时候，你才就会买到。那个柜姐呢，她是跟我说，以前也有这种银灰色的饰品，但是现在都算是绝版的，就是没有再出了，就有点可惜。对了，如果各位就是不确定你想要的绝版品呢，它那边到底现在还有没有？我说有没有是？它可能绝版品这种东西就是不生产的嘛，所以如果卖光了就是买不到了。那正当他们店面有在就是绝版品就是贩售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先打电话去问，就是你想要的这个手链呢，它那边到底有没有，或者是其他绝版的珠子。那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是因为他们有出一本那个 DM，那我稍微翻一下有看到它这个颜色的，所以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不然它在网站上面其实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资讯的。所以可能就是，如果你要看一些绝版品，又要可能要省钱什么的啊，你可以就是去跟他们要一本那个算是他们的行路吧，里面就是有各种手链啊、珠子啦之类的。那如果呢，觉得我的影片不错，记得帮我的影片呢点个喜欢、like，还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啊！谢谢各位的观看。